有彩线。开始在去冲一把，来。年轻哥，我十八十六在前面。在保护摄影，这样会照到那个，照到你的屁股。这里有摄影。有。嗯。过来了。阿倩。对。拍照一下。好，可以在这边坐着看。那个身体最小还还两个。第二圈。第一圈还跑三圈，第二圈，第一下是，地下室，地下室，加油，加油。突然想到我们有那个翻圈器，我们约八圈很容易落差到一圈，知道？对，他就自己抓自己的位置。像你这样翻圈是也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你他们一定。学生一样一个对一个啦，他们老师都对自己号码就好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还是拿来翻圈数的，好吧？加油！来，我的第三圈。9分钟就直接取消了吧？对啊，调整呼吸啊，不然的话我们会测到疯掉。那个要追过一圈，八十第一个，好，第五圈。对啊，调整呼吸，手放轻松。然后刚好也有报那个，先把他们带到旁边来，然后过去这样。对啊，没有过。第四圈。没有下去吗？没有过。看下去。是啊。加油！我们今天我们只有包包带。五圈啊！别指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恶心。他又追上了。谢。我们会帮你，特效组我们会直接停在那个决赛那一天的。好，好，然后直接终止进去，这样会比较加油，加油，孩子就来，刚才那边来一个，好，开心，开心，好，这一场比赛我们要跑预赛，来调整呼吸。马衣服都没有穿，红色号码衣要穿起来啊！对啊，Yep.
步放轻松，脚步放轻松。加油！篮球队那个还可以最后冲刺的那个十八号，已经在冲了。非常的牛，耐力不错。对啊，冲出来了，他还在加速呢。现在还没开。来了。好球。好的。对啊。还有啊。六号来了。六号。二号，你还一圈吧？对，二号还一圈。好的。哦，他们是一组跑的。对啊。我不知道。哎，十一号还有一圈哦。二号应该还有一圈。十一号还有一圈哦。我跟他们一起跑的。没有，你在后面哦。十一号还有一圈哦。我在跟你讲，没有听到，赶快去跑啦！快点，去补，去补。八号，你还有。八号，你还有。还有。快点，他们都多一圈。两圈呢。怎么办？真的，我已经刚刚在喊了。按照顺序排好，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按照顺序去排好，这里排到旁边去休息。Hello， 十二，所以你看，过去那边排队喘气，快点，爬不起来吗？这条走开了，靠你吧。来，过去那边排队。哎，有人在后面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他怎么可能？对呀。好，我明明就一号先到，怎么？那个十号，你不要坐在那边会撞到。十号，你还有一圈呢。还有一圈，还没跑完呢。还没跑完呢。对，人家是已经冲你们超一圈，赶快去加加圈，一圈而已。哎，那个谁？加起来，跑起来。来了，来啊！来，举手啦！来去那边排队，按照顺序，按照大的顺序排好。我明明一号在前面，他竟然二号跑到前面，他错乱了。他已经错乱了。我已经知道是他提前来的。我们上次不是说一个左抓一个，来一个右抓一个，对，不要去错乱边，因为他自己。管了，不要这样子。他们人数这样子 OK 吗？需要再留下来跟你们核对成绩吗？男生？不用，我们只要看号码。确定的。就不要我们了。来，那个男生，他会不会走到那里去？然后十一号好了，好，去排队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，来去排队，缓和一下。走。